这个超越的方法啊，叫做什么呢？昨天我们也提到过，就叫做处理心啊。处理心它的总称，它的总的名字叫做处理心啊。我们今天在这个轮回当中啊，轮回当中原因也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心啊执着这东西啊，所以流转在轮回当中。然后现在我们要从这个轮回当中解脱，或者是要超越，那也我们不要这个答案，不要到外面去寻找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这个轮回啊，就束缚，紧紧的束缚在这个轮回的力量，它本来不在外面啊。所以现在我们从轮回当中解脱解放啊，这个方法也不要到外面去寻找啊，这个方法也不要到外面去寻找，也就是要在自己的心里内心当中啊去寻找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啊逐渐逐渐的会走向解脱道。所以各位啊，就不要害怕处理心啊，不要害怕放下啊，也不要害怕啊这个放下欲望啊之类的啊。我们很多人说，我一辈子都是这么奋斗，这么辛苦，就是去赚钱啊，就是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享受啊。那你让我放下这一切，我怎么能做？那这样子我不就是一辈子的辛辛苦苦就白费了吗？对，一辈子的辛辛苦苦总是要白费的，只不过是时间的长短而已啊。要告诉大家啊，这个还是自己放下是最好了，主动的放下是最好啊，懂得主动的放下啊，他是什么呢？他是聪明的人啊，聪明的人啊。被动的放下需要被动的放下啊，这个就是最愚昧的人啊，对他的伤害是最大了。那任何一个东西，世俗的任何时间的任何一个东西啊，总是要离开的。离开的时候，如果我知道我自愿的啊，我如果我懂得我自愿的离开啊，自愿的离开，那么这个离开至少不会给我带来任何的伤害，任何的痛苦啊，任何的痛苦。任何一个东西要离开的，要放下的东西啊，不是主动的，而是被动的啊，要放下的东西，要离开的东西，那么这个是对我们的伤害是最大的啊，这个伤害是最大。所以啊，我们放下啊，是早晚的问题了啊，放下是早晚的问题。但是呢，放下的这两种方向，自愿的方向和这个主动的方向和被动的方向啊，结果不一样啊，结果不一样啊，它的结果不一样。它对我们的意义也不一样啊，所以我们要主动的去稍微要学一下怎么样方向啊。但是啊，这个不需要害怕，我们刚才讲了，钱你可以一样的可以赚钱啊，如果有钱，这个生活还是仍然是一样的积蓄啊，积蓄不会有太大，不需要有太大的改变。你过去啊住什么房子，现在也可以住这个房子，你过去吃什么，现在也吃什么啊，过去开什么车，现在也可以开这个车啊。但是不一样的是我们的心对他的态度不一样啊，所吃的穿的用的东西啊，东西都是一样的啊，但是我们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啊，态度上的转变啊。这个并不是说如果我们内心上没有这个改变啊，没有什么改变，在这种情况下让我们啊，比如说生活啊，生活就是我们现在啊绝大多数的人这个城市里面的这种生活啊，很多都是生下来的时候就是过这种生活，已经是非常习惯了啊。拥有这样子的幸福的时候呢啊，不觉得啊，就是很平常啊。但是如果有一天啊，有一天如果换另外一个环境啊，
离开这个生活的时候，然后所有的问题啊，所有的问题就出来了，这很痛苦，很痛苦，非常的痛苦啊。那是因为心里没有做好准备，突然间啊放下了啊，离开了，那就是很痛苦的啊。佛教的方法就不是这样子的啊，让我们自己啊懂得啊这个方向啊，逐渐的方向，所以就没问题。所以首先我们要改变我们的心态啊。刚才我们讲了名啊，如果你是一个有名的人啊，可以继续有名，这个都不需要方向啊。但是呢，对名的这种态度要稍微要调整一下啊。然后呢，你如果是一个有钱人啊，那么你的钱啊还是一样的可以有，一样的自己所拥有，都不需要啊，都不需要，因为我们要解脱了，所以我都通通都要送给别人，不需要这样子啊。但是要稍微对金钱的这种态度啊，稍微要调整一下，调整一下。如果你是一个有权利的人，那么你的权利一样的可以有啊，可以积蓄，但是对权力的态度啊，稍微要调整一下啊，这个叫做放下啊，这叫做放下。佛教讲的放下就是这些放下了啊啊。如果我们心里没有做好，没有放下啊，然后呢，身体就离开这些东西啊，这些都叫做放弃啊，放弃。都不叫放下了啊，这个是很痛苦的啊，没有放下的这种放弃啊，这个是很痛苦。尤其是如果有其他人让你强制性的让你放弃，那就是更加的痛苦了啊，更加的自愿的放弃也是很痛苦的啊。所以佛教的这种修行呢，就是让你开开心心的啊，让你感觉到幸福快乐啊，也可以同时啊，可以修心啊，这个就是佛给我们指的路啊，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佛教里面就像其他的有些宗教，它特别特别的强调苦心啊，苦心，然后佛教它不着重啊，它不着重苦心，苦心啊，不能，佛教认为不能解决啊什么什么根本性的问题了。哭和不哭就是肉体上的一种感受而已啊，这种感受能不能把它转化为一个解脱的啊一个方法，还是要以我们的态度来决定啊。如果这个态度啊没有调整好啊，那么痛苦啊它不能啊再苦心啊，再过艰苦的日子也没有用的。艰苦的日子我们从无始以来到现在过过无数次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啊曾经啊这个堕过啊恶鬼道里面。那恶鬼道的生活当然是这个世界上最艰苦的生活了，这个我们都成千上万年这样子的长时间过过这样子的生活，解脱了吗？没有解脱啊，没有接通，所以这些都不是最重要。所以我们要先要调整我们的心态啊，调整心态啊，这叫做发出离心啊，这就是我们还是要回到出离心啊这三个字上啊。那么出离心我们啊怎么样去发出离心啊？出离心首先我们超越这个轮回的，超越这个世俗的第一个前提条件啊，前提的条件就是出离心啊，发出离心。出离心啊，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产生啊？会产生出离心呢？啊，还有出离心它的本质是什么？什么叫做出离心呢？啊，首先我们说这个出离心，出离心是啊，比如说一个人啊，他发现啊，解脱成佛啊。是很有意义的，很有价值的啊，深深的体会到感觉到啊这个的时候呢，然后他就心里啊就会产生啊，我一定要解脱啊，我一定要成佛啊，我一定要成佛，我下定决心，我一定要走上这条路啊啊，我一定要解脱啊，就这个心这么简单啊，
就叫做这个处离心呢，就叫做处离心啊，非常的简单，嗯。但是呢，这种简啊，这个处离心，对有一个接受佛教的教育啊，神通的佛教的教育，或者是我们有福报的，比如说他过去啊，他自己是上一世再上一世的这个福报成熟的人来说啊，处离心就这么简单啊。比如说我们刚刚啊，从外面进来的时候呢，我还没有啊，没有走上解脱道啊。然后呢，在这个里面出去的时候呢，啊，我已经走上了解脱道。就在这个两个小时之内啊，我走上解脱道，都有没有可能？都有可能的，嗯，有可能。啊，对于有些人来说呢，啊，处理性就这么简单啊。走上解脱道也是非常的简单啊，但是对有些人来说呢，特别特别的难啊。为什么呢？啊，就总是就没有办法想起啊，我要走上什么解脱道啊，就根本就没有这种啊观念啊，根本就没有这个意思啊，整天想的是什么呢？啊，我怎么样赚更多的钱？我怎么样去享受啊？就是这些。嗯，就是这些，嗯，所以对有些人来说，走解脱道特别的难啊，难在哪里呢？不是其他的原因，而是自己啊生不起这样子的心啊，就发不起这样子的心，所以难啊，不是外在的条件难，不是客观的条件上难啊，而是主观上啊，而是主观上总是啊。生不起这样子一个心啊，一直都生不起一个这样子的啊，一直都生不起这样子的心，发不起，嗯，那是为什么呢？啊，就是因为他还没有发现啊解脱的价值啊，还没有发现啊超越轮回的价值啊，还有一个呢，他同时也没有发现这个世间轮回啊轮回的啊种种问题。他都没有发现，嗯，解脱的优点啊，他没有发现，所以啊，就是没有办法生起这样子的心，嗯，但是没有问题啊，我们任何一个人都可以通过学习啊，通过学习啊，慢慢的啊，就慢慢的就啊，就树立新的这种价值观啊，那这个新的价值观一定。让我啊带来新的希望和新的追求啊，新的追求，这个新的追求啊，它就不是啊名和利啊，而是解脱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走上解脱道。其实很简单的啊，对某些人来说，走上解脱道啊，非常的容易啊，就。轻轻松松的可以走上解脱道啊！你可以拥有所有的这些这个荣华富贵都可以有，任何东西都不需要离开，任何东西都不需要放弃，嗯，但是要放下，啊，放下了以后呢，啊，这东西都可以有啊。那么这些东西都还可以有，怎么叫做放下呢？啊，既然放下了，为什么还要可以用呢？啊？这就是还没有明白我们刚才讲的放下跟这个放弃或者逃避的这个区别，我们没有分清楚之前啊，就是把这个观念呢混在一起啊，混在一起啊。如果要走上解脱道，那就必须要当一个啊，必须要过一个很贫穷的日子，很艰苦的日子，就必须要到山里面去啊，当一个苦行僧啊，当一个苦行僧啊。才能够走上解脱道啊！绝大多数的人还是这种观念啊，这种观念，很多人不知道啊，我拥有这些荣华富贵啊，过这种幸福的生活，同时我也可以走上解脱道啊。很多人觉得这个不可能的，这两个是矛盾的，嗯，啊，其实这两个不矛盾的啊，都不矛盾啊。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印度的。这么多的国王啊，这么多的国王啊，都走上了解脱道，都成为阿罗汉，都成为菩萨。国王的生活难道没有荣华富贵吗？啊，艰苦吗？国王能够当苦行僧吗？啊，
不可以的，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在现在我们拥有的这些东西里面，这些物质生活当中这些物质生活不需要打任何的折扣大家可以放心都不需要打折扣，你该用什么都可以用，有什么可以用什么都没问题，但是态度要转变态度要转变不让我们成佛的就不是这些荣华富贵了而是我们的心如果我们的心没有调整的话，那根本就不需要什么荣华富贵那没有荣华富贵就能够解脱吗那么这样子的话，那就是我们很多很多贫穷的人要先解脱可能吗？不可能的所以解脱跟物质没有关系的但是对物质的看法态度有关系，这一个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那好，我们讲了半天要态度怎么样转变态度态度是什么这个很重要了态度是什么？首先我们需要一个第一个是需要什么样的这个态度呢我们比如说荣华富贵金银珠宝名利等等这些东西，从我们世俗的角度来讲都是它有它自己的价值都有它自己的作用，这个我们佛教里面也不会否定的不会否定的佛教它从来都不认为金钱是一个什么邪恶的东西它不是邪恶，如果金钱它如果变成一个邪恶的东西，那这个肯定是拥有金钱的人的心变成邪恶，然后他的钱就变成邪恶的工具了如果人的心善良的，那么他手里的钱叫做善宽叫做善宽不叫邪恶所以最关键的就是心我们现在也要超越轮回，也是要从心开始超越轮回超越轮回。所以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当下就能够做到既超越轮回又不脱离轮回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做得到怎么样做这个，怎么样解释呢身体，我们的身体就不脱离时间，不脱离轮回你拥有的这些荣华富贵或者是什么东西都可以只要你感兴趣都可以用的都可以用佛教从原则上原则上佛教就是比较着重大家过一个稍微知足的生活，稍微简单的生活但是呢比如说你非要过这个奢侈的这个生活也是可以的也是可以，只要不影响到你的修心也是可以的所以我们的身体还是在还是有家庭的还是要去赚钱，还是要去上班，还是要养家糊口，还是在这个世俗红尘里面身体就在这个红尘里面，所以叫做不脱离世俗不脱离世俗，并不是说我们学佛的人通通的就要，如果要当一个虔诚的佛教徒的话，那大家都不要工作，不要家庭都到庙里面去修心这个可能吗？根本就不可能的，所以也不需要这样子。所以神不脱离轮回，身体不脱离轮回那什么东西脱离轮回了呢？超越了呢？心超越了心超越轮回身体不脱离，心超越轮回。心怎么样超越轮回呢当我们还没有修这个出离心的时候我们的人生的目标是什么这个我们昨天也讲过了，每个人都想做一个成功的人士成功人。什么叫做成功人？有钱就是成功人没钱就是失败
只是我们的价值观当中就是这样。那所以很多人就把赚钱就是当作生命的意义啊，人生的目标啊，生命的意义啊，这样子去赚钱，然后呢拼命的去追求名利啊，这样子啊，然后呢就追求名和利就作为啊人生的目标啊，作为人生的目标，就是态度就是这样子。为什么呢？因为在他的这个价值观当中啊，就是唯一的有价值的啊，唯一对他有吸引力的啊，就是这些东西啊，他没有发现更好的东西，他没有发现更好的东西啊。如果他发现更好的东西，他也不会这样子的。如果真的他发现更好的东西，他不会把这些东西啊当作这个生命的啊意义，人生的意义，他也不会的。但是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就是他没有发现更好的东西。他至少他目前啊，他发现最有意义的啊，最值得啊，最值得追求的东西就这些啊。除了这些以外，他没有发现，所以他在他的心里啊，只有这些东西才是啊有价值。但是这个有一个过程啊，如果有一天他接受了佛教的教育啊，然后呢他的视野更加的广阔啊，然后他看得更深更广，这样子的时候呢，他也会发现啊原来这个世界上除了名和利以外，还有更有价值的东西啊，这样子的时候呢，他也会追求这些东西啊所以佛教讲所有的人都最终啊都会成佛的啊，都会成佛，所有的人都会成佛的。为什么呢？啊，因为这个价值啊，这样子有价值的东西，人啊，每个人都会发现的，只不过就是时间的早晚而已啊。最终大家都会发现，有一个除了名和利以外，还有更有意义的东西啊。然后发现了以后呢，每个人一定会追求的。我们为什么去追求名和利呢？啊，没有别的原因啊，就是我们在我们价值观当中，我们觉得它是啊，他们是最有价值、最有意义的，所以去追求啊。如果有一天我们的价值体系当中产生了一个更有价值的东西啊，那我们一定会追求这个啊，这个很自然啊，很正常的。所以啊，最终啊。还是人都会成佛的，但是我们不要等到最终啊，不要等到最终，要等到最终要等多久？要猴年马月，这个说不清楚的啊。所以我们现在有这样子的机会的时候呢，啊，大家去学习啊，去学习啊。除了我们追求名和利以外，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追求的啊？去大家去探讨啊，大家去学习，这样子以后呢，我们一定会发现更好的东西啊！更好的东西是什么？超越轮回，超越轮回，超越了生死，从今以后没有生老病死啊，没有任何的这个烦恼啊，但是有慈悲心啊，但是那个时候呢，也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就像释迦牟尼佛的身体一样啊，有健康的身体，就像阿弥陀佛，就像啊。这个药师佛啊等等这些佛菩萨的身体一样，就会有拥有这样子的身体，然后拥有啊幸福的啊幸福很开心的心情啊，佛菩萨他已经超越了这些烦恼，他没有不开心的时候，有啊，所以我们佛教里面平时都讲大乐啊，就是巨大的快乐啊，大乐。超越了我们世俗的所有的这个快乐啊，这种快乐，佛菩萨有这样子的快乐，不但是他有健康的身体和啊这个快乐的心情，而且啊更有意义的，佛菩萨让更多的人，让更多的生命也能够
拥有啊这么健康的身体和愉快的心情啊，这叫做度化众生啊。护持专户，兆丰国际商业银行南台北分行，账号0300901577070，户名中华民国国际藏传佛教研究会。加入藏研会，个人会员每个月100元，中心团体会员每个月1000元。email ttbtvoffice@gmail.com。愿世界看见佛法，阿弥陀佛。